好，接下啊，第五叫做历险生忧，忧谋入心。经文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所证未获，故心已亡。历然恶计自身艰险，于心忽然生无尽忧，如坐铁床，如饮毒药，心不易活，常求于人，令害其命，早起解脱。此名修行施于方便，故则无咎，非为甚正。若作圣劫，则有一分藏忧筹谋入其心腹，手执刀剑自割其肉，就是残害自己的很可怕的行为呢。心其舍受，或藏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施以正受，当从沦罪。你看这个修行修的是怪怪的，不喜欢看到人，走进森林是吧，然后自己割自己的肉，所以那些奇怪怪的都不是正法。2262一观，又比进修禅定中之诸善男子，见自己色因已经消尽，受因明白显露，当此之际，所欲心正者，就是破受因善未获得，而故心这个色因已经亡，因此历览前后二计，茫茫无计，前不着店，后不着村，啊，无所适从，油然自身前途艰险不畏之感，就是恐惧啦，以其心中忽然升起无尽之忧愁，眠则如坐铁床，睡不安枕，食则如饮毒药，食不甘味，既已不乐世间，所求圣道又仍无着落，心不易活，恨不速死为快，常求于人，令害其命，早起解脱。此名虽有心修行，却施于以政治关照的方便，若及时觉悟，改悔忘忧，则无过咎，非为圣正之境界。但若作以得圣正之解，而以舍命为解脱，就是拿刀子来砍死我，这样就是解脱了。作如此见，名为恶见，很可怕的之见呢。则有一分藏忧筹谋，趁隙而入其心腹，摄其神识，增其忧愁，令其手执刀剑，自割其肉，心其舍受，速死，或常怀忧愁，而走入山林，就怪癖了啊！这个很怪的，癖好，走到山林，单独一个人，以厌世故，不耐烦见人，连看人都不喜欢，修行修到这种程度啊，也很可怕了。彼行者即以此等邪念而施于三昧正受，反成邪受，乃是当从其邪见邪受而沦罪恶道。第六，即安生喜，喜魔入心。经文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处清净中，心安稳后，忽然自有无限喜生，心中欢悦不能自止，此名清安无秽至今，物质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劫，则有一分
好喜乐摩怒其心服，见人则笑。则以起路旁自歌自舞，自谓以得无碍解脱，是以正受当中沦罪，也是很可怕的。自己跳起舞来，控制不了，自己认为已经得无上道。翻过来，2267，一观，又比进修禅定中之善男子，见色因已消明，无复执爱覆盖心光，得大光耀，从而受因得以明白显露，心地悉明，因此笃见清净本心，当处此一尘不染，恒常清净境界当中，心安稳后，忽然自有无限欢喜之心升起，心中欢悦不能自止，也是喜悦的不得了，控制不住。此名定心成就后，远离出众所发的清安善心所，所以身心快乐莫可言喻。然行者无慧自察，而自经过量之习，若能皆悟反悔，则无过咎，非为圣人实证之真得大自在境界。此人倘若作以得圣证之节，则有一分好喜乐魔趁虚而入其心服，摄其心事，见人则知情放任而笑，于其路旁自歌自舞，自谓以证圣德无碍解脱，才得身心如是洒脱，无拘无碍，于一切处得大自在。彼人以此放逸邪见大妄已故，便是于三昧正受，而成邪受，来世当从如是妄业而沦罪恶道。所以啊，那些言语啊怪异的啊，你不要以为他是正圣果的，不正常了。修行修到这个，通通不正常。骄傲啊，狂妄啊，手足无道啊，走入山林拿刀子要自砍，叫人家砍他，这个都有问题的。啊，这是受阴魔的范畴里面。2268，这个最可怕，大我慢。第7，见圣成慢，慢魔怒心，这个很恐怖的。傲慢的不得了，这一段啊，你要注意看，在家居士多的不得了。今晚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自谓已足，忽有无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已过慢，即慢过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时俱发。我们在《白法明门论》都讲过了。心中善清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连十方如来都不屑一顾。修行修到这种情形了，是不是严重了？对不对？啊，所以啊，傲慢不得。此名见圣，无慧自救，悟则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洁，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腹，不离塔庙。接下来更可怕，摧毁金像，为檀叶言，此是金铜，或是土木，金是树叶，或是蝶花啊！因为以前没有印刷术啊，佛当然这样讲啊，这是树叶还是蝶花嘛？啊，如果佛陀说啊，这是印刷术是假象，那本经就是假的了，那就不是佛说的了。佛2500年前哪里有印刷术呢？是不是啊？他说啊，经是树叶啊，因为就是啊贝叶嘛，或者是蝶花，肉身珍藏不自恭敬，却从土木，实为颠倒，其生性者从其毁碎啊，就是把这个啊佛像啊碎掉啊，埋弃地中，遗物众生。入无见意，是以正受当从中罪。271，倒过来五行，又比精修禅定中之初善男子，
见思因已消泯，受因已经明白显露，便自以为诸妄已尽。一真语言，乃自谓已具足一切罪证法。余焉不思议，复有无端之大我慢升起，如是乃至慢，以过慢，以及慢过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时俱发。其心中尚且轻视十方如来，何况居下位的声闻缘觉，那就更看不在眼里了。2272，此名以一切处为见己胜，只有自己最了不起了。啊，自己是最殊胜的啦，这个到处都是，门户之间也是，山头之间也是，八大宗派看到这个就自己认为这个是最了不起的，很可怕的。且由于无慧以自救，若能皆悟反悔，则无过咎，非为以得圣正的现象。彼人若作以得圣正之解，则有一分大我慢魔趁虚而入其心腹，摄持其神事，令之骄慢而不理佛塔庙，乃至摧毁经像而为坦业言，坦业就是失足啦。此佛像只是金铜或是土木所造，而经书只不过是树叶或者是蝶花所成。既然我之肉身已达到真常之境，非如金铜土木树叶草花之无常，不知来恭敬我这个色身，却宠奉彼土木等无常之物，实为颠倒。其生性彼言者，即从就是听啊，就任其毁碎啊，碎其经相啊，埋弃地中，以此妄行妄言而贻误众生，而导众生入无间地狱。彼人即由此邪见邪行而施以三昧正受，凡其邪受当从彼邪行而长劫轮罪恶趣。翻过来很可怕的哈，你有看到楞严经你就不知道这个有多可怕，以后看你敢不敢随便起我慢的心，敢不敢你自己自称为这是菩萨，敢不敢讲你正极果，看了楞严经以后一果都不敢讲啊，一句话都不敢吭啊，吭都不敢吭。为什么？你堕无间地狱啊，开玩笑是不是啊？人家就说慧律法师你正极果，我说我种苹果，哎，呵呵，还有呢，还有种芒果，你要不要吃？啊，那是那眼睛一看，一句话都不敢吭。啊，所以经教通达，悟明心性是很重要的，懂得谦虚待人，不狂言，不妄语。第八，慧安自足，轻轻磨入心。经文。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于精明中烟雾经理，得大虽顺，其心护身无量清安，举言成圣，得大自在。此名因慧获得清净，故则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一分好清净魔入其心腹，自为满足，更不求进。此等多作无闻比丘，贻误众生，堕阿鼻狱，施以正受，当从轮罪。翻过来2276，一贯又比精修禅定中诸诸善男子，见色因已消泯，且受因已明白显露，即自是清言明中，言悟自精自理体，理体也就是亲见本具的净心，而得大虽顺，意思就是一切随心顺意，其心呼声无量清安之接受，于是误以为自己已经证得如来清净的法身，便自己啊对人宣言他已成圣道，并且以法得大自在。
子民因见精明，不理所成之会，而令获诸清安清净之现象。若人如实皆悟，还依本修，则无大究，非为圣正境界。若作已得圣正之节，则有一分好善清安清净之魔趁虚而入其心腹，持其身世，令其自慰，功行富贵已经满足，更不再求增进。此等行人乃是多生做无想天中的无闻慧一案之比丘，以其未证言证而疑误，而疑惑误导众生，令众生堕阿鼻地狱。彼人今是以大妄语，便施以三昧，正受而起邪受，来世当从妄业而长劫轮罪恶趣。第九，凿空毁戒，空魔入心啊，他对空的解释啊错了，体悟错误了。经文又比定中之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于明悟中得虚明性，其中忽然归向有灭，不无因果，一向入空，空心现前，乃至心生长断灭解啊，物质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空魔入其心腹，乃谤持戒名为小圣。菩萨悟空，有何吃饭？其人常以信心谈业，饮酒啖肉，广行淫秽，因魔力故，摄其前人不生一棒，鬼心酒入，或食屎尿以酒肉等一种俱空，破佛利益，误入人罪，使一正受当从轮罪。反过来啊，再讲一下2279说常欲信心谈业，饮酒啖肉，谈业就是信众，此等破佛利益之人，常发妄言曰：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如是妄论。又曾有人问：一修邪邪密之人啊，不是正统的密教，请问你是佛教徒又是法师，为什么吃肉呢？答：哦，不妨事，当我吃羊肉的时候，我一念咒就把那只羊给超度了。如是自欺欺人之谈，既然也有人信，还弃之若鹜，崇拜得不得了。何以故？以彼信受者自心邪起贪爱，故以邪法相应，一拍即合。若是有善根心正直的人，闻如是合理化之妄言，只觉得其甚为可避可怜。2280广行淫秽，正如佛以本经中所言，当今之事又有邪密之人广行淫秽之行，而为淫入秽皆是戒定秽，所以男女之事就是佛事，佛事男女事，平等平等，本是一空性故。如是扰乱邪正之言，以此末法大为昌盛。何以故？信受者皆其心贪然故，心中若畏，既然能以淫逸而修无上菩提，同时又能大乐，何乐不为？我为何要像那些没有大福报、没有根器因缘的渔夫，为了菩提无量劫苦苦修行？那不是太笨了吗？邪法一末世，对这种心性贪婪炽盛、有无正知之见的人，正投其所好，是故特别昌盛。好，再看一个更可怕的，或食屎尿以酒肉，倒数第二行更可怕的，还讲了日本的邪教啊，这个我们现在一定要讲的，看看的末法时期啊，佛什么通通预言到，等就是平等，或食屎尿以酒肉等，等就是平等，由于魔力驱使，令他喝尿吃屎，而说喝尿吃屎，食以喝酒吃肉，乃至饮用甘露，平等无别。此节经文所述，正与某些邪密者所言所行相吻合。彼等常言，若以
正量上已经有突破净秽之差别，便可以转其屎、尿、肾、唾成清净甘露，而给信徒弟子受用，令其增长白发，兼可消业治病。好可怕啊！哟，这跟日本的邪教奥姆真理教狂人麻原彰晃所作者如出一辙。麻原彰晃就是新闻报道的啊，就在那个地下铁啊、杀胃啊、放毒气啊、杀人啊、杀死很多人啊，就是麻原彰晃的弟子啊。麻原的传记中言，麻原每天屎尿都卖给信徒服用，而且还卖得很贵，但仍是供不应求，是不是很奇怪啊？我要看那个美国哦，有那个尿疗法，那个尿疗法哦，美国的一家人哦，把那个尿哦做成冰棒，放进冰冻里面冰棒，然后客人来的时候，哦，爸爸妈妈三个，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通通拿出来，那个别人哦，那客人呢都实在受不了，他们全家因为尿疗法已经很久了，把那冰棒拿出来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他那个味道啊，他旁边的人都是受不了。那个尿疗法，这个尿疗法我有问过邱医师啊，就是说，好好中药唔知来要啉尿。哦，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尿疗法台湾很多啊，哎，还卖得很贵的这个麻原彰晃。哎，末世众生为何这么愚痴希望呢？吃人屎尿而自以为在修圣道，实令人浩叹。又按当世曾昌行一时的尿疗法，为饮尿可治病，保健强身，佛教中生熟已有孝行之孝行者，也与此模式相类矣。关于尿疗法的研讨啊，他有写这个尿疗法评析啊，他有写一本书哦，这个让都知道说，哎呀，现在的人呢、啊、很可怕的。翻过来2282，一观又比精修禅定中之诸善男子，见色因已消泯，受因正明白显露，明白显露，受因正明白显露，十方洞开。而以明见领悟自心中，得见受因之体空虚，明朗之性豁然显现，故觉得无思法可得安着，于其心中忽然归向永远断灭之见，遂挑拨提倡一切法皆无因无果，因而即执上无佛道可成，下无众生可度，并且一切前无善恶果报，一心趋向入于断灭空，此断空之心，此断空之心现前，乃至其心升起一切法皆恒常断灭之谬解，彼人若能皆悟，此断空乃为佛所说有极大过咎，因而回心仍以本修，则无大过咎。悉知此非为圣正真空之境界，若以断空作为圣正之结，只有凿空之魔，趁虚入其心腹，持其身世，乃令之毁谤持戒比丘名为小圣之人，而常以菩萨自居，为菩萨具以悟了诸法本空，有何慈犯之相可得？其人常以对三宝具信心之坦悦信众之前，公然地饮酒啖肉，且广行淫秽之行，因魔力所加固，摄持其现前之人，就是这些信众，令他们对其邪秽之行不生起一棒之念，魔鬼之心久入其心之后，欣然气生，或其实令致他食尿，而为食尿时以吃酒肉加赚，性食平等，性法会法，乃
一种无二性相，其性毕竟俱归于空，因而破佛所知之利矣。以邪见误导之言，入人一罪，令人造罪，此人即是以三昧正受而起邪受，来世当从断灭空见邪行破法，而常结轮罪，而常结轮罪恶道。有的人说，师父，那为什么讲因果又讲非因非果呢？为讲大彻大悟超越因果，为什么又要对因果负责呢？我说这样讲道理你还听不懂，很简单，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假设说我今天大彻大悟，我拿枪去抢银行，拿枪去抢银行，是不是啊？被抓到了，怎么办？就是被关起来啊。你说，哎呀，抓到了，所以说，哎，我大彻大悟嘞，大彻大悟，这个因果还是存在嘛，是不是啊？这跟大彻大悟有什么关系嘞？抢银行就是要抓嘛。大彻大悟，记得不思因果，就是这样子。以下2283，一时早有知盈盈魔入心。经文：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为其虚名深入心骨，其心忽有无限爱生，爱即发狂，变为贪欲。此名定静安顺入心，无慧自持，误入诸欲，故则无咎，废为圣正。若作圣洁，则有一魔入其心服。一向说意为菩提道，化诸白衣平等行欲，其行淫者名此法执，鬼神力故，于末世中视其凡欲，其数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两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魔心生厌离其身体，威德既无，陷于亡难，一物众生入无间狱，是以正受，当从轮罪。好，翻过来2287，一观，又比进修禅定中之诸善男子，见身已消，受音明白显露，于是未着其虚名之性，爱不能舍，其未着深入于心骨中，久之其心会有无限的爱恋升起，爱即情动不已而发狂乱，便进而为贪淫欲之事，此名于定境中安顺之乐深入心骨，以无有慧力自持，故爱其发狂而误入诸欲，若能皆悟速即舍离，则无过咎，此非为圣人实证境界。若作已得圣正之节，则有贪欲之魔趁虚入其心服，而使此人一向始终妄说行淫欲，即为修菩提道，并以此邪法化诸白衣，不分尊卑亲疏男女平等，共同行淫欲，其行淫者乃名之为持法子，假鬼神力故，于末世中摄受其凡欲之人，其数至百，如是乃至一百、两百或五六百，多满千万。久之，一旦其人再无利用的价值，魔心对他即生厌弃，乃离其身体而去。魔去之后，其人以无魔力所持，其本身为德既无，而人先淫不能自已，即陷于亡难，观时禅诵，甚至入狱。由于一物众生，令众生入无间狱，以此恶业，是以三昧正受而起邪受，来世当从种种希望而轮罪恶道。第四，结于迷则称害，独令保护。经文：阿难，如是十种禅那陷阱，皆是受因用心交互，
故先失事，众生顽迷不自纯量，逢此因缘迷不自是，未言登圣大望已成，堕无见意。汝等亦当将如来语以我灭后传世末法，骗令众生开悟失意，无令天魔得其方便，保持护护成无上道。二八九一观，阿难，如是四种刹那中所现的境界，皆是受因将破未破之际，行者用心就调心为善，观力与妄想力交互灵替，故现实事。然而众生顽迷不自纯量，自己时仍在凡夫位中，逢此得大光耀或见虚名性等因缘，迷不自是，知因何而能得此境界，便妄之未言，以登圣位，未证言证，于是大妄已成，成就来世当度无间地狱。汝等亦当将如来此诸法语以我灭后传世于末法时期，骗令众生是修定者，修正定者开悟失意，无令天魔得其方便，成其魔业，保持正法，无令断绝复复正修之事，成就无上菩提道。这个是受因区域。那么因为我们只有剩下两个礼拜，所以功课稍微有一点点紧凑啊，没有办法，对不起大家啊。因为这个五十种阴谋对于正法重现是有正面的作用，非常重要啊。末法的时期你看到了种种，我们很伤心，只有拿佛陀的啊正法拿出来提倡，才能够令正法重现，也让这些错误迷茫的众生倒归正路，要不然很可怕的，佛教会下坠，会沉沦。那我们呢、啊、为了正法啊，大家辛苦一点是值得的。2291第三节，想因魔境一想因气一相定中出相，经阿难，比善男子修三摩地，受因尽者，受因已经尽了，就是已经突破了二十种阴谋了啊，受因已经尽了，虽未漏尽，心离其形如鸟出笼，已能成就从事凡身，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得一生生。一生生就是随念头而生，念头到哪里，他的身体就可以飞到哪里。随往无碍，譬如有人熟昧异言，这个异就是说梦话，在梦中说话，昧就是睡觉休息嘛，异言这个念异言，异言异言就是说梦话。世人虽是无别所知，其言已成音韵轮次，令不昧者显悟其语，此则名为想因区域。翻过来293，阿难，比善男子精修三摩地，以透过受因失境而达到受因尽者，虽尚未漏尽，然其第八世心已能离其形体，如鸟出笼，已能成就从事凡夫之身，上立菩萨六十圣位，就是五十二位加三见次甘慧力四加行，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得一生生，随意而往，诸刹无碍。譬如有人以熟昧中发一言，世人虽则无别所知，未入大劫，行而不知其所以然。然其言以顺成法之因应以及轮次，有条不紊，而能令不昧者，就所谓佛菩萨啦，显悟知其语，细节感通，此则名为本心，被想因区居于狭语中之相，这是初相。那么如果是想因尽相呢，就是所谓的定中的末相，就是破了三十层魔了。是什么呢？
经文，若动念尽，浮想消除，于觉明心，如气成垢，一轮生死所为圆照，明想应尽，世人则能超越烦恼浊，观其所由，融通妄想，以为其本。注意看295，一轮生死所为相，所为圆照，轮就是类，一轮生死是指一切轮类之生死，也就是十二类生。收是指生相，为是指灭相，此为一切十二类生之生灭之相，皆得圆满照了，就是生从何来，死自何去，也就是由于想因已尽，行因显现，故得明见此一切，以行因及生住意念牵流变动之相，今行因既现，即能照见了知其事相，生住意念。啊，倒数第三行，融通妄想以为其本，原来是融通执爱之妄想啊，把这个执爱贯通，加上思想，哎，原来是从融通执爱之妄想，色与想交织而成而妄成，以为想因升起之根本。比如说，心想到酸梅，口中就水出，就是由心中之妄想而成色，哎，就是酸梅。心复以此想中之色交织，故令水从口出。296，一观，若六识种子之动荡之念境，六识中之痴梦现行，浮想即得消除，不复生起。于觉明之第八世心，即如去成垢，不再因盖。所以一切轮类之生死，十二类生，其首之生相，乃至为之灭相，皆能圆照明了，名为想因尽相。以想因尽故，世人则能超越烦恼浊。前六世断了，超越烦恼浊，放下了，放得下了，妄想放得下了，现在是色过了，受过了，想嘛，这第六意识嘛。世人则能超越烦恼浊，于是回观其想因之所由起，原来是从融通之爱与妄想交织而成，以为其升起之根本。第三，想因十种境界中间过程诸相，一贪求善巧，怪鬼来找。经文阿难，彼善男子受因稀妙，不遭邪力，严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严明，锐其精思，贪求善巧，尔时天魔获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注意听，非经妇人是附在别人的身上，不是附在这个修行人的身上，这个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你贪求善巧吗，贪他就在外面显现，别人有这种功夫投其所好迷惑你，不是附着修行人这个身上哦，是附着在别人身上，这里要特别注意。哎，其人这个修三摩地的人，不解是魔啊，是其魔爪，自言未得无上涅槃。哎，这个人呢、啊，被着魔的这个人呢、啊，自己不知道是着魔，自己说我已经得到无上涅槃，就来到修三摩地的人呢、啊，来比求巧善男子处。佛作说法，也就来到贪求善巧的人啊这个地方，佛作说法，其行思虚，或作比丘，哎，刹那之间作比丘相，令彼人见，
或为弟子，或为妇女，或比丘尼，或请暗示，身有光明，世人愚迷，或为菩萨，信其教化，摇荡其心，破佛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灾祥变异，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言结火，或说刀兵恐怖于人。常常讲世界末日就是这个啊，常常讲动不动就讲世界末日就是这个啊，哎，令其家私啊，无故好散啊，此名怪鬼，连脑成魔，扰乱世人，变足心生，气比人体，弟子已失，即现亡难。啊，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这个附体的人呢、啊、离开了，这个人呢、啊、求善法、求善巧的人呢、啊，哎，被他迷惑了都不知道了，做错事也不知道了，哎，即现亡难了，要受法令的制裁了，妖言惑众了，如当先劫不入轮回，迷惑不知，作无见意。翻过来，2300一贯倒数第三行，我们会准时下课的，我们讲到50分，阿难，比透过受因失境之善男子达到受因虚荣奥妙之境，能离身无碍，见闻周遍，故不复遭受因所起之邪力之所惑，其圆通之妙定得以开发明显。然此行者于其三摩地中，忽然失去正念，而起念贪着，只要你动这个贪着就错啊，是哪里要的预言啊什么呀，你不要信这一套。哎，心爱言明妙用之境界，于是永锐其精进思维，贪求善巧变化能耸动人心之事，以做佛事。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哎，就是这个道理。16亿天，指天魔后得其盘凿之变，即嗔系非经而附于旁人。注意啊，是旁人哦，不是那个修三摩地的人哦，旁人之身上哦，啊，因为你起贪着心，就附着在别人身上，啊，令其口说相似之经法，其为魔所附之人不自觉之，是其魔爪身，切自言为以证得无上涅槃菩提等，此着魔人贤其来彼修定贪求善巧之善男子处，敷作而说种种善巧方便示现神通之法，以投其所好，且其形貌以丝丝，就是刹那间，或现作比丘身，令彼修定能见，或现为替世身，或现为妇尼或比丘尼身，或潜于暗室中，而身上现有光明，使修定人以愚迷不知不解，而或为真实菩萨现身，即信受其教化，于是魔乃摇荡其心，乃至令其破佛立仪，潜行贪欲之事，遂成魔离。此人成魔见熟以后，口中极常好言灾祥，正造怪诞变异反常之事，或言如来此刻正在某处出世，或言将有世界末日结火之灾啊、哦！现在多得不得了，不幸被佛言中，常常碰到这种事情，或说将有全球性的刀兵之难，如第三次啊，世界大战，恐怖于人，令其家之无故好散，此名异物成形之怪鬼，以其鬼年老而为魔王录用，成魔见熟，受魔王之命来扰乱是修定之人，此行者之戒定既破，比怪鬼魔破坏修行之目的已经达到，即厌足心生起而离去彼人之身体，于是修定而贪求
善巧之弟子以为谋所负之师，俱陷亡难，以妖言惑众，或伤风败俗等罪，为国法所办。这个是花报。阿难，奴当令末世修行人预先觉知此等模式，则不为所惑乱，方能超越生死而不入轮回。若迷惑不自觉知，受其惑乱，破戒定慧，随顺魔教，来世当作无间地狱，此为果报。所以看前论，这一段念完了，我们就休息。本节经文中，世人愚迷或为菩萨，信其教化，摇荡其心，破佛立仪，潜行贪欲。焦光法师在楞严经正脉解释说，盖言投其心所求所爱求，不得不迷惑也。投其所好，投其心所爱求，因为魔投其所好，所以他非被迷惑不可。向子无所爱求，何自惑乱行人，但以安心习爱求也。如果行人一直都无贪爱求其，魔怎能惑乱他呢？所以只要安心修道，习止贪爱求其之心，便不会有事。焦光法师又说，盖行人三习无缺，行者戒定慧俱修无缺，彻净如非，魔功正空，而魔之色魔扰乱为其破戒导言，而魔的扰乱计谋主要是在令行者破戒，引导他去行淫欲，则令定慧俱纳于邪。一旦破戒导言成功，则行者所修的定慧都变成邪定邪慧，因此一举多得，魔事即一举成功，身为魔子，行者便成为魔子魔孙。教光法师又言，若自强者，以此反为厌魔之药；若是有志之人，破戒导淫这一点，反而正好是验证对方是否为魔的要点。任其神变莫测，但查毁戒诱淫，即知是魔，何至迷惑？不论他所现的神变如何高深莫测，但只要审查他，若有教授毁戒，诱人行淫，便知他是魔，怎么还会生迷惑呢？可怜末法时期邪佛行淫，以此为高者如是之火，难道他们真的都没有看到这段经文？还是以业力故视而不见？还是以贪爱炽盛故而至如来言之谆谆，而他却听之渺渺？或是认为他是大根器人不受此限，或是认他修的是无上秘法，超乎如来戒法以及善恶因果。那么这西藏的秘法呢，有看过啊，我有看过这些，有的的确有记载这一些啊，那我也赶快把它收起来啊。我们还是依如来的正法啊，一步一步来啊，一步一步来，该讲的还是要讲啊。末法乱象特别的多，楞严经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也感谢诸位啊，坐在这里啊，共同拥护正法，听经闻法啊，然后制作成 VCD、DVD， 能够散发出去，普度众生。那因为现在是讲大纲，只能蜻蜓点水，点一下啊，因为没有办法啊。我们剩下四堂课就是两个礼拜就要过农历年啊，所以变成说时间非常紧凑，五十种阴谋又是很重要。那么师父讲到了想阴谋以后，最后这个行阴谋啊，跟试阴谋，你只要记住师父一句话就解决，就是外道悟道不究竟，停顿在第七意识跟第八意识的维系执着上，所以进不去就堕入外道的思想。所以下面我们把受想行详细的讲啊，色受想详细的讲，至于行印跟试印二十种阴谋，通通
堕入外道，通通堕入外道，就是爬不出来，爬不出来，没有办法进入佛的政治政见。但是因为贤因跟世因它很维系，不是一般你出现佛法有办法的，这个牵涉到维世和白法，所以师父希望你们过农历年期间，农历年期间有因缘有空，要先看维世师父讲的维世写，还有白法名门论，维世二十颂、维世三十颂、八十归几颂，否则你一讲到贤因跟世因那二十种魔，完全听不懂，完全听不懂，它非常的维系，那么外道就前进到这个境界就进不去了。啊，色受想一般人还可以觉察得到，至于行因跟受因啊，先世因、行因跟世因最维系的，只有佛有办法。这个也是佛陀跟外道最大的差别，佛能突破，外道没有办法，停顿在这个维系的之间就进不去了。所以你只要记住，再来通通堕入外道，因无因论，有啊，亦有亦无，亦无等等这些外道，啊，跑出一个上帝出来，哎，就是这样子，跑出一个我们所讲的啊，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生八卦，这个无极，因为没有办法解到生命的最初点，宇宙的最初点，就干脆讲一个无极的，就是中国讲的无极啊，这个就是外道，印度当时外道就讲到这个地方了，因为没有办法解到那个那么深的维系的东西，完全程度就落入外道，因为没有政治政见，而、啊、所以你这个过年期间要把维世、白法名门论、维世二十颂、维世啊三十颂、八十归几颂看一下，可能很困难，但是你还是要看，否则你听到楞严经到最后你也是不懂。所以我们行跟事那二十种阴谋就是用念的，因为深很深啊，没办法了，色受想你还听得来，行事就没有办法了，就用念的。那为了啊，这个末法的众生呢、啊，念一遍，不管你懂不懂，总是佛讲的。好了，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一起念：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微覆，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我们这个二三零四页呢，啊，就是想阴谋的十种境界。前面啊，这个色阴谋是指当一个修行人在禅定当中会起种种的现象界，色阴谋是指现象界啊，比如说啊，上能够看到十方的诸佛啊，或者是从身体可以看得很透明啊，或者下可以见到种种的地狱。那么这个都是一种设法的情境，就是现象界在禅定当中所显现出来新的一个境界，如果你不去着它就是好的。所以十种阴谋都是在设法现象界里面讨论，你执着不得。第二个受呢，顾名思义就是情绪啊，
一下子生大悲，一下生大喜，一下生狂，一下生大我慢，都是在情绪的十种状况里面发生，就是受因魔。而这个所谓大悲大喜，不是佛的大悲和大喜，不是的啊，是凡夫没有进入大圆满的如来藏性的时候，有种种的情绪变化，或者是有时候情绪一来，一心想要求死，哎，有时候情绪一来，认为自己就是佛，啊，所以前面受因大部分都在情绪里面讨论，想因魔呢，它是在第六意识讨论。如果来分配的话，来分配这个表格的话，是变成色跟受是前五识，前五识，想就是第六意识，讨论第六意识，行就是第七意识，那么事就是第八意识，越来就越维系，越来就越维系，就越难观察。那么我们现在想讲的这个是第二个，是想阴谋的第二个禅定中的第二个境界。那么这个第六意识，以世间人来讲，有种种的梦想，有种种的幻想，有种种的理想，哎，但是在佛的角度，无论是理想、幻想、梦想，就是一个字，叫做妄想，这个通通叫做妄，因为法性本来就空，哎，这个就是种种的梦想、幻想都是贪，属于贪呢、啊，贪呢、啊。好了，那么修行人呢，贪神通，想要求神通，搞神通，或者是喜欢讲啊什么诸佛应世啦，某某人化作什么佛来啊，某某菩萨来到人间啦、啊，都会搞些神通，讲一些稀奇古怪的啊。魔知道你要修行快有所成就了，就附着在别人的身上，别人的身上来引诱你，来引诱你啊，因为你贪着种种的神通啊，他就引诱你。所以现在讨论的这个就是第六意识啊，就想阴谋，这想阴谋就加一个找，一个贪啊，就从通通就是错。所以这想阴谋的十种阴谋前面都有一个贪，你只要贪那就完了，哎，就偏离了正道，就是贪不得。好，诸位看2304二，贪求经历，把鬼来扰。经文，阿难，有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削力，意思就是已经通过受因了。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游荡，非其经思贪求经历，尔时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也不知，其人亦不觉之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比丘由善男子处，夫作说法，自行无变，其听法者，呼自觉。呼自见身作宝莲花，说其听法者，呼自见其身作宝莲花。前提化成紫金光具，一众听人个个如是得未曾有。哎，世人愚迷或为菩萨，就是把对方当作是菩萨了。言意其心破佛利益，潜行贪欲，口中好言诸佛应是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化人间，其人见故心生可养，邪见逆心种子消灭，此名把鬼年老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气比人体，
弟子与是俱现王难，王难就是犯了国法了，啊，犯了国法。汝当先劫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翻过来2306易观，啊，2306先看第三行，某处某人当是某佛化身来此，某人即是某菩萨等，这种话耳熟能详，当今常常可以听到。如某派之人先说其师之一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另一师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又一师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如果有智慧的人听到这种宣言，便不要再义务为他传播了，否则便是在传扬大妄语。而于其所造之大妄语中，也参与一份，由于附和，故属于从犯。易观，阿难，又已经透过受因实境的善男子，因为现在在讲响因嘛，已经达到受因虚荣奥妙之境，其心得以离身无碍，见闻周遍。以其受因已尽故，不复遭受因所起邪力之所惑，圆通妙定得以开发明显。然而此行者于其三摩地中，忽然起念贪着，心爱游戏神通，就是爱搞神通咯，放荡自知，不检点啊自己的行为，飞扬其精神失利，贪求精力差图，大作佛事。是天魔后得其贪着之变，即趁隙飞精而附于旁人，就是附着在别人呢、不是附着在这个修三摩地的人呢、其口说相似之经法，其为魔所附之人也不皆知，自己以为着所着，自己以为魔所着，一言自己已证得无上涅槃菩提等，旋即来比贪求游历之善男子处，夫作而为他说种种游荡经历之法，以投其所好。是着魔者，自己形貌并没有改变，却可以令其听法。是修定者，忽自见己身做宝莲花座上，因为你有贪，他就满足你。其身以花座，全体化成紫金光具，俨然已成佛道之貌，而且进而令一众听法之人皆个个如是。大众见如是游戏神通，闲叹得未曾有，世人愚迷不知不解，或为菩萨，把着魔的对象当作是菩萨，或为菩萨现身现通，因此迎众放逸其心，游戏放荡，乃至破佛的利益，而潜行贪欲成魔的眷属。又此着魔之人口中号言诸佛，此时正以某处应事，某处之某人定当是某佛化身来此世间，某人即是某菩萨等来教化人间，其贪经历之人见如是神通故，心生可养，邪见密心，种子消灭，这种子就是佛智了，慧命断绝。此名一风成形之把鬼，
以其鬼年老为魔王录用，而成魔眷，今受魔王之命而来扰乱是修定人。如今此行者之戒定慧既皆破矣，破坏修行的目的已达。魔乃厌足心生，即离去彼人之身体，于是贪求经历之弟子，以魔以为魔所缚之师，即现亡难，受国法的制裁。阿难，奴当令目视行者预先觉知此等模式，则不为所惑，方能超生死，不入轮回。若迷惑不知，受其惑乱，破戒定慧，随顺魔行，来世当作无间地狱。哎，所以在你面前显什么神通的，都不要信他，啊，都是妄，都是在蛊惑你的。所以啊，稳住自己的人如来藏性最重要，降服自我。关于别人搞什么神通，讲什么，有听当作没听，你不要随着起舞，不贪着。以下贪求契合也是一个贪，哎，魅鬼来扰。经文有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律，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绵文。这个绵文是指定力啊，绵密不断，哎，叫做绵文。定力啊，绵密不断，成其精思贪求契合。是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实不觉之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比求和善男子处辅佐说法，其行以及比听法之人外无千变，令其听者未闻法前，心之开悟，念念一意，获得宿命，或有他心，就是他心通了，或见地狱，或是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句，或是诵经，各个欢愉得未曾有。世人愚迷，或为菩萨怜爱其心，破佛律仪，潜行贪欲，口中好言佛有大小，有大佛小佛，某佛是先佛，某佛又是后佛，其中也有真佛假佛，男佛女佛，菩萨亦然。其人见故，洗涤本心，易入邪物，此名魅鬼，连脑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弃彼人体，弟子已失，即现亡难，奴当先劫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二三一一中间，真佛假佛，以及现今不是有所谓的真佛中者耶，呵呵，是吧？一猜就中了，是吧？讲谁哈？哎，男佛女佛，前面所述邪密称双修之男女为佛父佛母，正好被佛说中，几乎一字不差。可知佛真是一切智人，末法之乱象早就在经中全都说出了。翻过来二三一二一贯，又以透过受因实境之善男子，以达受因虚荣奥妙之境，其心得以离身无碍，见闻周遍。由于其受因已尽，故不复遭受因所起之邪力之所惑，圆通妙定得以开发明显。然此行者以其三摩地中忽然起一念贪着，心爱定力绵密不断，吻合妙用之定境，于是沉积其精神思虑，
贪求密契治理，吻合神通妙用。使天魔后得其贪着之变，非经附于旁人，令其口说相似之经法，其为魔所附之人，实不皆知，自己为魔所着。一言，自以证得无上涅槃、菩提等等，贤集来彼贪求契合神通妙用之修定善男子处，复作二为他说种种绵密定力契合神通妙用之法，以投其所好。其说法者之形貌，即彼听法之人其外貌上虽然没有变千变，却令其听法者于未闻法之前，便以心智自然开悟，且其心相念念一意，或时得相似宿命，或时有相似他心通。所以你看，相似不是真正的他心通，不是真正的宿命通，只有只是相似而已，给你一点点甜头。有时候见地狱疾苦之相，或知人间好恶诸事，好恶诸事，或口先说经句，或不邪而自能背诵佛经，示现种种密契神通之事，令一众各个欢喜一夜，得未曾有。世人愚迷不知不觉，而或为菩萨现身，缠绵亲爱其心，乃至随其所教而破佛理，潜行男女贪欲而成魔女，口中好言佛亦有大小高低等之分别，又言某佛是先佛，某佛为后佛，其中亦有真佛以及假佛，以及男佛女佛等妄说，交乱佛法。且言菩萨亦然，也有大小先后真假男女等别等分别啊。其人见如是神通妙用相故，即若经洗涤一般，尽弃本所修心，改意正修正悟，而入于邪修邪悟。因为你贪着神通啊，他马上给你一点甜头啊，是不是啊？现在多得不得了，哎，现在种种的现象都一直发生。大的倾家荡产，是不是啊？小的呢，哎，还了了几十万、百万消灾，被骗了还不知道，还觉得很庆幸。正法不来听，碰到邪法跟着跑，就是现在的众生。此名异处成形之魅鬼，其鬼年老为魔王所录用而成魔眷。今受魔王之命而来恼乱世人修正定，以彼行者戒定慧体已破，破坏修行之目的已达，此魅魔即厌足心生，够了他就走，走人你就麻烦了，那个附着的人啊，包括你修正定的人，这两个就麻烦了，因为魔不再附身了，离去彼人之身体，于是贪求契合神通之弟子，以为魔所附着之师，即现亡难，受国法的制裁。阿难，奴当令末世修行人预先觉知此等模式，则不为所获，方能超越生死而不入轮回。若迷惑不自觉知，受其惑乱，破戒定慧，随顺魔行，来世必堕无间地狱。前论这段很重要。语言啊，有人这么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在这两节中，听法者一是自己己见己身啊，自见己身作宝莲花，前提化成紫金光具，示现成佛之相啊。一个是未闻法前呢、啊，心智开悟，获得宿命，或有他心，或见地狱。这个以现在人来讲的话，多么的蛊惑人家！先给你一点甜头，哎，得宿命通哦，或者有他心通，或者让你看到地狱，先给你一点甜头，哎，是不是啊？那你麻烦就来了。甚至没学过的佛经，他都自能背诵。试想，怎么有这么便宜的事呢？即使是世间法上，也没有不惜努力就能成就的事业，更何况是菩提道修行的大事。因此，正修行者必须了知，在修行上绝对不能贪便宜。若贪便宜，就会碰到法上的金光党。就专门骗人家的啊，所以呢，天下怎么样呢？没有白吃的午餐，哎，你就修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依法不依人啊，老老实实的信解行证，就是这样。有的人听了师父讲，很迷惑，说问说，哎，师父，那我们听了楞严经不早，那我们又常认真念佛，又求生极乐世界，那佛来了我们起欢喜心也不行，那临命中我们怎么知道要不要跟他去呢？那他怎么办呢？那临命中那阿弥陀佛希望三圣现前，那我们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哎，我说这个不打紧，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不早，平常记得，到临命中的时候，那个是第八意识的总是显现的，那个就是你一生一世的总和。你现在所看到的那个是用你善根第六意识相应看到的境界啊，那不一样啊，那就是浅呐、啊，就是比较浅呐、啊、的意识哦，哈。所以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说，你现在活着，念佛，认真念佛，认真求生极乐世界，看到任何的状况，内心知道，佛给我们信息，给我们传真，啊，给我们这个很肯定说，有确实有极乐世界，闻香见佛见光啊，见花，这个是好事，记得只要不早，不要管它。这个是好的境界，临命中可不一样。所以印光大师就说了，大抵上修禅的人比较容易着魔，修净土的人比较不会着魔，因为修禅的人会现种种的境界引诱你，经不起经不起引诱就着魔了，修净土的人不会啊，就老老实实的念佛，只要记得，可怕的就是你想一直想要见佛，一直想要见佛，这个最怕就是这种心态啊！我要见佛，我要见佛，我要见佛，哎，看不到了。他认为见佛是用眼睛来看的，不晓得说我清心清净的时候，佛就自然会显现，就像镜子一样啊，诸位啊，镜子，这镜子如果肮脏的时候，肮脏。这全部都是灰尘，拿这面镜子，像能不能显现呢？不可以显现，是不是？这面镜子如果说清净的，这面镜子自然就影像就出来了。我们心清净，佛就自然会现前，你就有种种的瑞相。记得不要执着。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认真念佛，有种种的感应，纵算。纵然你看到西方三圣，见到种种的光莲花，你只要记得不贪不着，就是善境界。继续念，不要管它，
还是继续念求生极乐世界，还是一样？临命中不一样，临命中眼耳鼻舌身意就通通消除了，就躺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是算懂账啊，那个时候就是算懂账，你一生一世的善根求生极乐世界的愿力就会在那个时候唰一直像电影一样的一直显现出来，一直显现出来，那时候就跟着佛去。所以活着跟临命中境界完全不同，哎，要弄清楚。好了，底下二三一四，第四，贪求辨析，故读言鬼来扰。经文，有善男子受因虚妙，不着歇力，原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根本，穷难物化性之宗旨，精爽其心，贪求辨析，而是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先不觉之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比求言善男子处，夫作说法，身有威神吹拂求者，令其坐下，虽未闻法，自然心服。是诸人等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复作说法，身有威神吹拂求者，令其坐下，虽未闻法，自然心服。是诸人等将佛菩提，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即是现前我肉身上，父父子子地代相生，即是法身常住不绝，都只现在即为佛国，无别净基及金色相，其人信受王师先心，生命归一，得未曾有。是等愚迷或为菩萨，推就其心，破佛利益，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眼耳鼻舌皆为净土，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处，彼无知者信是慧言。二三一六第二行，此名蛊毒，眼胜恶鬼，连脑成魔，恼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地之以师，俱现亡难，奴当先劫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尽狱，这修行要小心。二三一八第五行，这段很重要，都指现在即为佛国，现在现前所在的世间，佛国就是净土，也就是谬说即染即净，染净不分，当今昌盛之人间净土，或者是人间佛教，就是本经此处所指出的现象，几乎一模一样。须知人间净土之说，乃为佛所说，以此人间若能成净土，佛何必再说西方净土或东方净土等等，又难道唱人间净土者，其智慧超过佛智？佛智真的不如此，不如此等人之智啊！佛智真的不如此等人之智，若此人间果能成为净土，佛为何不说？佛为何要教众生舍近求远呢？再者，人间佛教更是为佛所说，因为众所周知，如来说法是为度六道众生，不只是度人道而已啊。故须知如是之论，实坏佛的正理。问：人间净土以人间佛教之说，除了为佛所说坏佛正理外，还有什么坏处？答：如是之说有三个过咎，也产生三种影响。一，令众生贪爱世间而认为是好的；二，将佛法贬为世间法；三，误导众生于修行上变成庸庸碌碌
盈盈求世间有漏果报，碌碌盈盈啊，就是很忙碌啊，求世间是有漏果报，而不求菩提解脱。简言之，即是经上所说的一物众生啊。问：这样学佛的话，会不会引来魔障呢？答：不会，因为它本身就是一大魔师。与其人对正法的信解与知见都坏了，所以虽名为学佛，而实只一心一意在世间法上研求，并且坏佛正法，误导众生，因此其魔事已成，故用不着劳动魔，更来坏。又经上所说的魔事，皆为魔来坏行者之定，或坏其戒慧。而人间佛教所破坏者，则是坏众生的性根，令对佛法真正的目的失去正信，以致错修或者是废修。简言之，就是由错信而错解、错行，这一切都是由于性根破坏所引起的结果。性根落坏，则一切解行以及善根皆坏，成为性不济或者是不正性。因此性根坏就是根本坏，也就是法身慧命通通断。所以鼓励人家来信佛、听经闻法，把正法推广出去，救了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功德是很大的。但是反过来讲一些不正见的话啊，来坏的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罪也是非常重。救了众生的法身慧命，这个功德很大。你这句话讲出去，会断了众生的法身慧命，这句话打死不能讲。你这句话讲出去可以救众生的法身慧命，拼老命也要讲，但是要看时间空间呢。啊，对于修行人而言，一切魔事是大则，莫过于破坏他的性根。讲得太好了，我赞成，我举双手赞成，就是这个。哎，破坏别人的正性，就是断了善根，就没办法修行，没有正知正见呢。人间佛教啊，对于佛法以及佛弟子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彼法若苍，大家便都误将世间有漏福报以及对世间法的贪求当作是修行，乃至误以为是在修大圣菩萨道。其实大圣菩萨道是要求啊无上菩提的，不是贪求世间法的。因此人间佛教落苍，大众对正法误解，失去正信及正修行，佛法之基石及毁坏，大宝重阁树梯啊，就是毁坏的意思。最后，这所谓的人间佛教，其实应该啊证明为人圣佛教才对。那么这个等一下我再查一下字典啊，啊这个树什么啊，我再查一下字典啊。那怎么念？呸哈，屁啊，啊，屁呀、啊，皮呀 啊, 啊，是是啊，我们很老师讲的哈、啊，就算啊。啊，皮啊，呸皮啊，三生皮啊，也是坏的意思啊。好，倒数第五行啊，说蓝泥二根就是菩提，涅槃真处。这里佛所说的正好符合外道双修者之言。是某圆满、某所应、某某金刚等所谓的某某一切者，即妄言以男根为定，女根为会，男女根交合，即是定会等词，阴阳调和之某圆满，故此营修者，妄为因此而能速得成佛，即生正菩提涅槃。彼无知者信是慧言，这种污秽不堪入耳之言，愚迷无知之人竟会信受，还将他与佛菩萨菩提涅槃并论，实乃亵渎神圣，其心之贪爱污秽可知一斑。
一贯，又以透过受因实境之善男子，以达到受因虚荣奥妙，其心得以离生无碍。听闻周篇，由于其受因已尽，故不复遭受因所起邪力之所惑。圆通妙定开发明显，男子行者却于其三摩地中忽然起一念贪着，其心爱着刚现出来的响应根本六识种子之动向，误以为是万物之根本，因而开始一味穷难，就是静观万物变化之机，参究悟性之忠实，竭力精爽，就是精明其心，贪求辨别物理，分析化性，以致往外持足，是天魔后得其贪着物本之变。因为你起贪念吗？非经赋于旁人，令其口说相似之经法，其为魔所着之人，先不觉知自己为魔所着，一言自己已证得无上涅槃，菩提等贤集来比爱求万化本源之善男子处，夫作而为之说种种物化原本之法，且乍现身有威严神通之力，而能摧服求原始之修定者，令其坐下虽善未闻法，即自然心业拜服。是诸人等将佛所证的涅槃菩提之法身说成即是现前我此无常肉身上，由父父子子地代相生之体，即是如来清净法身常住不绝，因此只要男女敦伦传宗接代，即是如来法身不断，而且都指现前所在之世间，即为佛国净土染即是净，娑婆即净土众生肉身就是佛身，并无别有清净基础之依报庄严土，以及正报庄严之金色身相。祈求万化本源之人信受其魔教，往思其本所修习正信正定之先心，就是本心呢，并以生命归依之，身洁十分殊胜，得未曾有。是等愚迷之人，乃至或为菩萨现身，于是推就其心之所好，无不成顺，乃至破佛立仪，以缠缚为解脱，潜行贪欲，以淫逸为佛性之大用，口中好言，言而鼻舌身五根无有不净，皆为净土，而以男女二根即是菩提涅槃真性之处，亵渎佛法，混乱真理，彼无知者尽信是慧言，遂作为魔剑，此名欲从成形之蛊毒鬼，及欲忧成形之衍圣恶鬼，其鬼年老为魔王所录用而成魔剑，今奉魔王之命而来扰乱世人修正定，以此行者之戒定慧皆已坏，魔及厌足心生，离去彼人之身体，于是修定贪求物本辨析之弟子，以为魔所附之师，以淫乱邪行，故具现亡难，受国法之财。阿难，奴当令末世修行人预先觉知此等魔智，则不为所惑，方能超越生死而不入轮回，若迷惑而不觉知，受其恼坏，破戒定慧，误导众生，来世当作无间地狱。2323，第五，贪求敏感，厉鬼来扰，你贪什么，人家就附着在别人身上，给你敏感，厉鬼就来扰乱你。哎，你只要不贪，一切境界就是善的，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能扰，不得贪，就不为所惑。学佛就学这一招就不得了，是不是啊？
看了楞严经，哪一个人在你面前，哎，搞什么神通啊，讲什么稀奇古怪的，笑一笑，是不是？楞严经早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不被迷惑，不被蛊惑的。你用什么招来，我们就是不找，也不贪，也不想要去知道。清清楚楚，但是不被迷惑。第五，贪求敏感，厉鬼来扰。经文，有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邪力，言定发明，三波地中，心爱显应，周流经言，贪求敏感，识天魔，后得其变，非经妇人，口出经法，其人言不觉之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乃比求应善男子处。佛作说法，能令听众暂见其身如百千岁，心生爱染，不能舍离，身为奴仆，世世供养，不觉疲劳，个个令其坐下人心，知是先师，本善之事，别生法爱，年入娇妻，得未曾有。世人愚迷，或为菩萨，清净其心，破佛理，潜行贪欲，口中好言我欲，前世以某身中先度某人，当时是我妻妾兄弟，今来相度，一路相随归某世界，供养某佛，或言别有大光明天，佛于中住，一切如来所修居地，彼无知者，信是虚狂，疑是本心。此名厉鬼年老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已是具性亡难，奴当先劫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这翻过来2326。中间，当时是我妻妾兄弟进来相度，这个可多了。这与上文一样，是动之以情感、贪爱以及虚荣心，十分容易射受对方。笔者有一个高中同学，他们夫妇两人就是被一个白衣用这种方式来挂符度化的，有一点讽刺啊！用这种方式度化着，而且十分信敬虔诚，所以啊，他以那句话就是“干铁一架”，是不是啊？敢的人就拿去吃，出家在家，你不怕因果的，不怕下地狱的，借用佛法的人，骗色敛财，多的不胜枚举。为什么？那个人不怕因果咯，你也时常会听到了。有一个护法居士啊，也被骗了好几百万。他来到师父啊这个地方啊，讲给我听，我讲给大家听，说有一个女居士呢，受菩萨戒，受菩萨戒呢都有点这个戒疤，碰到人呢就拿出来给他看，说你看我受菩萨戒啊，我受菩萨戒，取信于人，大家都相信说，他确实受菩萨戒。他一开始呢，在你家打扫啊，帮忙啊，带你去做慈善啊，等你取得信任他了，经过一年两年，你完全相信这是一个好人，他开始就标会哦，你在困难他会先帮你出，你完全相信他的时候，开始就标会，一标会了，就三四十个人。一次比如说10万20万标会，他一个人呢私下给他标了5次6次，没有人知道，私下标的总共2000多万。然后呢，今天都好好的，家里也都冰箱电视什么通通很好的，第二天要来找他聊天，通通没有，冰箱电视所有的人衣服通通收光光，飞到美国，有的人在纽约看到他，2000多万啊，
那个常常告诉你啊，拿那个戒疤给你看的，你还是要小心一点。这个啊，问题可是很大，而且是很严重。他先取得你的信任，再来就是骗你的钱，一个女祭司，非常严重的。所以啊，佛门有没有骗子呢？有，哪一些呢？就是不相信因果的人呢、啊，对不对？拿佛法来践踏佛法，利用众生的慈悲心啊，利用众生的善良的心呢、啊，行诈欺之实，这个罪加一等。罪加一等，你看啊，师父呢？我要跟你们收100块，我就要一直说明嘞。哎呀，这个花供养3100，讲完的时候持咒念佛回去还给你拿回去哦，100哦，还讲你看，还有的人还忘记缴100块呢，我都一直记得你那100块，你有什么权利忘记呢？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我你看啊，我连100块都要解释的这么清楚，才敢向大家宣布嘞。你有放没放，我还不知道嘞。法师做事就是对因果负责，为什么？很简单，我不想下地狱啊，就这么简单啊。我三餐吃得饱，所有的钱都拿去做法宝，我吃得饱，我做违背因果的事情，我下去啊，对不对？还要自己带奶精，喝家辉啊。对不对？那很糟糕啦，是不是啊？我为了贪求你这些钱，我自己下地狱，还自己带奶精去泡，这很辛苦的、啊。所以我们绝对不做违背因果的事情。啊，一贯，又已经透过受因实境之善男子，已达受因虚荣奥妙之境，离身无碍，见闻周遍。由于其受因已尽，故不复遭受因所取之邪力所惑，圆通之妙定开发明显。然而此行者于其三摩地中，忽起一念贪着，心爱玄缘，诸圣感应，周遍流利精细研究，贪求名和感应，而是天魔。后得其贪着之变，非经付于旁人，令其口说相似之经法，其为魔所附之人，原不觉知自己为魔所着，一言自己已证得无上涅槃菩提等。贤即来彼贪求感应之善男子处，夫作而为之说法，之而为之说种种显感之法，以投其所好。此着魔人，并且能令听众暂见其身，着魔者自身啊，鹤发童颜，宛如百千岁长寿九修之道人。此等大众即对他心生爱然，不能舍离，乃至甘愿身为其奴仆，受其驱使，并且以世事供养之，从不觉疲劳。此着魔人又各个令其座下人以自心中信知此魔所附之人是自己先世之师，或是从本无量劫以来所依之善之事，因此对他除了仁爱之外，又别生起一种法爱，黏如娇妻不可分解，不能暂离，得未曾有。世人以移民不知不觉，竟或为菩萨现身，亲近其心，日日重览其教，奉行其习说，以致破佛立于潜行贪欲，以淫为修。此着魔之人口中号言，我于前世以某身中先度某人，当时他是我的妻或者是妾或兄或弟，今世亦以素缘故，特来相度，来世与汝相随归某佛，来世与汝相随归某佛，世界去供养某佛。或言
以于大千世界中别有净土名大光明天，有佛于彼天中住，且彼处即是一切诸佛如来所修居之地。彼无慧无知之修定者，尽信是虚狂之言，疑是本修之心，顺从魔教，堕于魔术，此名易衰成形之厉鬼。其鬼年老为魔王所录用，而成魔眷属，今受魔王之命而来扰乱世人之修定，以此行者之戒定慧已破，破坏修行之目的已达，魔即厌足心生啊，满足了，满足了就走人，你那么就麻烦了，离去彼人之身体，结果贪求敏感之弟子以魔所附之师，以淫邪不能自止，具现亡难，为国法制裁。阿难，奴当令末世修行人预先觉知此种模式，则不为所惑，方能超越生死，不入轮回。若迷惑而不自觉知，受其惑乱，破戒定慧，随顺魔行，乃是当作无间地狱。第六，贪求净命，大力鬼来找啊，这个念命啊，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我查过字典，贪求净命，经文又善男子，受因虚妙，不遭削力，严定发明三摩地中，心爱深入，特及心情乐处阴极，贪求净命，是天魔后的欺变，非经妇人口说经法，其人本不觉之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来比丘阴善男子处，复作说法，令其听人各自本业，或以其处与一人言，如今未死已作畜生，然后赐其的命令，赐死一人以后踏尾，假装踏尾巴，顿令其人起不能得，就是爬不起来，证明他的话是对的啊，这赐死一人以后踏尾，顿令其人起不能得，于是一众亲心亲服啊，就是示现一点神通给你看啊，我踩他尾巴，你看他爬不起来，你看他还没有死就已经做畜生了，哎，搞一个神通给你看看，让你心服口服，于是一众亲心亲服，佩服的五体投地。有人起心以知其躁，躁就是阴了、啊、哎，佛力以外从家辛苦啊，诽谤比丘，骂力徒众，激怒人士，不必积嫌，口中好言未然祸福，极致其实毫发无失，此大力鬼年老成魔，扰乱世人，厌足心生，去彼人体，弟子已是具现亡难，奴当先劫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2331倒数第五行，佛力以外从家尽苦。佛力以外是指以佛所赐的利益以外，更加别的无益之苦恨，甚或另作戒禁取之行。从家就特别加，辛苦就是尽情苦恨，仔细邪精进，借以耸动人心。例如节食、断食、不食五谷，只吃水果，常节食七天或14天，节食七天名为二七，按此行当今有人提倡，乃模仿佛七禅七而言，基于集会中令大众皆节食七天，只喝白开水，名字为二七，悉知此非佛法行，乃外道行。2332啊，第二行诽谤比丘啊、也就是斥责比丘们对他所教授的非理苦恨不够精勤啊，然后呢斥责啊，怎么样，根本没有发心修行吗？哎，骂力徒众，力就是骂，以恶言家人为之力，此谓在集会中大骂徒众，表示他没有私心，
要骂就公开骂，按在此对出家同道有意义献曝。若要教诫他人，不论对方是在家出家，最好不要破口大骂，更忌讳以讽刺行之，用讽刺的方法不好。自己先要能把持得住，讲话酸溜溜，你怎么够资格教诫他人呢？教诫他人须以软言慰意啊，循循善诱，不以出于恶意骂力来力骂。那么恶意力骂只是发泄自己的嗔恨心，不能教诫众生利益他人。又有些法师或住持于在家前斥责出家住众或出家弟子，又有人在演讲中一再的说当今在家人修行比出家人好，此为称扬在家，忌讳出家，甚为不妥。这不是不妥，这个叫做坏佛三宝，连根拔起。出家人在家居士面前毁谤另外一个出家人，这个怎么得了？是不是啊？哎，让这些在家居士瞧不起出家众，这个罪过有多大？底下这会令在家人轻慢出家人呢？这讲得太好了，结果是令他造不敬三宝之罪呀、啊，又对身重骄慢呢、啊，故是非常不妥当的。是师父的一再的交代大家，这个法师有修无修是个人的因果，你就顶礼他身上那一件啊袈裟，那叫做福田衣呀、啊，福田衣呀、啊，心存这样子嘞，啊，恭敬三宝的心呢，自得福德。翻过来二三三四，一观，又比透过受因实境之善男子。以达受因虚荣奥妙之境，得以离身物碍，见闻周遍。由于其受因已尽，故不复遭受因所起之邪力所惑，圆通之妙境开发明显。然而此行者于其三摩地中，忽然起一念贪着，心爱穷极深度之残疾，乃至十分克己，不舍心情，且勒除阴影寂寞之处，贪求禅定中极为极其安静灵密的境界。是天魔后得其贪求静谧之变，非经附于旁人，令其口说相似之境法，其为魔所附之人本不觉之，自己以为魔所着，一言自己已证得无上涅槃。菩提等贤集来比贪求阴极之善人之处，夫作恶为之说种种阴极之法，令其听法之人各知从本树叶，以显其过去世之通智，或为其说法处以一人言，如今虽然未时，但已作畜生之相，畜生相已经现前了，为了证明其所说，于是赐食，就是命令啊，另外一个人以其身后踏其尾，以魔力所加固，顿令其人起不能得，不能起身。于是，一众皆起心倾覆，看到这一幕，大家都吓一跳，啊，以为是真的是菩萨现前了。摄疑会中，有人忽然刚起一念，一心念，此着魔人已知其念之造时。他并以佛所自利以外之非理，无意苦恨，或者是诡异之行，令大众从家精勤苦修，用以耸动人心，也是误导人入于外道之戒禁期。所谓外道之戒禁期，就是说持那种戒不能成就无上的菩提之道。哎，外道叫做戒禁期戒，破佛境界。比更毁谤比丘，恶语骂力徒众，攻击泄露他人私事，这个念劫啊，攻击泄露他人私事，不必拘嫌，用以引发破和合身的忤逆罪。
所以在僧团当中的居士啊，出入的义工要特别小心，不能破和合身，口业要绝对的清净，要小心，口中好言于事实未然之福祸，即至其所欲言之时，以毫发无差失地现实现，亦毫发无差失地实现。此为大力鬼，有大神通力，其鬼年老为魔王所录用，而成魔眷，今奉魔王之命而来扰乱世人修习正定，以其戒定慧既坏时，破坏修行的目的已达，魔即厌足心生，离弃彼人之身体，于是修定之弟子，以为魔所缚之师，即现亡难，为国法所制裁。阿难，奴当令末世修行人亦先觉知此种魔事，则不为所惑乱，方能超越生死，不入轮回。若迷惑不自觉知，受其惑乱，破戒定慧，随顺魔行，来世必作无间地狱。